苹果，对不起，小苹果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苹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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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我舍不得跟你分开，小苹果，你告诉我，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小苹果。老大，你真的忍心看老大大这么痛苦吗？看老大大这个样子，我都难过起来了。明女，明果，为什么我爱得这么痛苦？明女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？二火球，怎么样？可以跟你说两句吗？过去的事情算我的错，我在这里跟你郑重的道歉。我们之间的恩怨，我真的不希望影响到我们彼此的小孩。你不是真心来找我吧？你只是心疼你们家女儿，所以才来找我。当年你要是愿意低头，我也不是狠心的人。这么多年后，你来跟我解释，来道歉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恨黑道吗？贪生怕死，怕我寻仇吗？我不是你口中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啊。我恨黑道，就是因为当时你在落魄无助的时候，你居然会去选择黑道合作，而没有找我。找你干嘛？你当时也自身难保，我自己的问题当然自己扛，哪有麻烦别人的道理？所以啊，这就是我们问题所在，都只是觉得怎么样，都没有真正去问对方到底在想什么，才会造成我们多年来的误会啊。讲完了，讲完的话，我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了。声音点啦，老大大在睡觉啦，餐具在这边。我去拿。在干嘛啦？你更大声好不好？你这会吵醒老大大。你才是你。疼痛。哎，有动静。莫非我们去找他？好，走。哎，不是，他就在那边，用走的好不好？哦，别讲了，走走走。哎，老大大，早安！您的制服我们帮你准备好了，您的早餐我们也帮你准备好了，甚至啊，我们帮你准备好了解酒汤，请老大大起身准备上学喽，请。哎呀呀，
老大大，宿醉隔天喝点热汤。昨天晚上你空腹喝酒，今天哦一定要吃点东西垫垫胃。对啊，不然你会胃食道逆流哎。嗯。哎，胃食道逆流是怎样？胃食道逆流就是喝咖啡、吃甜食，嗯，好不舒服，嗯，好不舒服，大概这个感觉。这很难清哎。对啊，我上次还一个皮蛋瘦肉都出来啊。对啊，你们两个确实一点。啊，是没看我头在痛。啊，他，赶快用，赶快用，赶快喝，赶快喝。哎，你拿什么？哦。昨天晚上老大交代，今天一定要帮你准备解酒汤。麻烦你们，明天早上帮他准备早餐、解酒汤、运动饮料，一定要在他起床以前。你们最近都要学测了，不能让他宿醉去学校。是，老大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，他就写了这封信，要给你。嗯。他人呢？哎，你自己看，看了就知道。老大，你跟小苹果的事情我不再过问了，我已经想清楚了。上一代的确有恩怨，而且也不是短时间就可以化解，但是不能因为这样让下一代跟着我们受苦。所以一切就到我这里为止就好。哎，老大，你要去哪里？你不要丢下我们啊！你们不用跟着我，我们家老大拜托两位。老大，以后你想要跟谁在一起都不用顾虑我，短时间你也不用来找我。考试加油，老爸。宝贝啊，真的不想让爸爸送你去学校吗？还是我叫小李，我们一起送你去学校好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的。宝贝啊，别为了一个男人啊把自己弄得垂头丧气的，这样不值得啊。阿丽，我真的没事，就希望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吧。小苹果，你一大早来我家到底要干嘛？你不是不要小苹果了吗？伯父，我是真的喜欢小苹果。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我一定要跟小苹果在一起，不管谁来说都一样。我是绝对不会改变心意的。你说的很简单，你父亲不是极力反对你们在一起吗？而且那天你还放着小苹果不管，你叫我怎么放心啊？让我的小苹果跟你在一起啊？伯父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对小苹果是真心的。口头上说的承诺啊，谁都会。你要拿什么来证明？你把我们家的小苹果弄得每天茶不思饭不想的。他以前买东西都会很开心的，现在买再多的东西啊，都开心不起来了。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啊？
我一定会保护好小苹果，一直疼爱她，不会让她受到委屈的。小薇，小苹果，我是个商人，你说的承诺太过于虚无缥缈，在我们这个行业，这个叫做空头支票，随时都可以跳票的。此刻不再寂寞，于是现在的我只想要守候。这次考学测，我一定会考上第一志愿，让伯父看见我的决心。所以请伯父放心的把小苹果交给我，拜托了。我也跟你一样，不管是谁反对，我都只要跟你在一起。我们永远不要分开，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们永远不分开。虎兄，谢谢你愿意成全这两个孩子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必胜高三生》。